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幸好你不是二级，这是不是二级没关系。敌军还有30秒。你整个小破号一整，天天喷这又喷那的，都是闲的慌，不好好看直播。看来得走这边。你就即使俺们这难看，你也别在那电影院看，电影院喷，对不对？你假如说你看个电影，怎么的？这电影难看，你就在那就开始了啊，就在那电影院就开始嚎。哎，这电影真鸡巴难看，这不拍的什么破玩意儿了？这啊，就我们直播难看，你去别的地方呢？你上什么贴吧什么之类的，你喷喷的，对不对？都可以，你别当我面喷。我给你个肥皂。希望他别有凹痕。还真有这种人？哪有啊？你有这种人不扰乱别人看直播了，不是看电影了吗？给你个，给你个肥皂。抠你一下。坑你一下，给你个肥皂。坑你一下。有些东西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给你个肥皂。这小炮的肥皂确实猛。放弃，那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给你个肥皂。一个德玛西亚人，一个弗雷尔罗德人，走进了一间酒馆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迷路了。我的炮车。特别有凹痕。老板问。上墙 A 坑走，致命点燃死。怎么是个惩戒盖伦呢？你这还亮牌呢，小伙子，你亮啥呀？这不无敌了吗？咋这么多怪物呢？我纳了闷儿了。把饼干卖了，出门。谢谢波波猴呀。为什么带惩戒？你问他，你说你为什么带惩戒？我哪知道为什么？他带错了呗。我那蛤子打野还不带惩戒。你干哈呢？你跟我说一下你在干什么？犯病了？
怎么还倒立了呢？开始。别再偷偷摸摸的了，我知道你在那儿。我希望那位英雄喜欢我。谢谢一发地狱来的谢幕。打住兵线，我们无敌了。给你个肥皂呀，没死过。哦，让他吃到兵了。给你个平 A， 还能打个不灭，挺好的。日炎了，回家出日炎去。我去寻找那位英雄吧。谁知道这儿有这么多英雄呢？你要点个皮孩就好了。有的时候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。四级带轮倒立呀！我今天必须肥皂撇你一手。怎么开始卡了呢？谁把网那啥了？你四级还想在塔下待呀？那不可能让你待。那这根本那就塔下就不可能让你待。撇肥皂。一塔要没了，赶紧拆！这小炮拆塔可慢了，这英雄。看来得走近一点，把盾放脸上。这英雄赶紧拆塔。哥比来了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我这反甲不甲还，现在那防御塔打我都不掉血。你干啥呢？哎呦，波比来了，来的人有点多呀。喜欢抓我小伙子，可以。去中路啊，找他去。三二一还挺肥。
你下去干啥去？能打死人吗？完了，送你。哎，可以啊。你干啥呢，波比？你给我下来，给我交闪。你有鞋吗？啊，有鞋，有鞋也没用啊，也跑不过我。你给我下来了，还我技能还挺多。好嘞，给你个肥皂啊！为啥没死啊？再见，撇肥皂，完了，我死了。上墙，盖伦没打。哇，盖伦不追我了。看一下啊，这边 ADC 好像挺厉害呀。别上了啊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我先来个这个。嘿，更多东西。知道我会用什么吗？手推车。咱们得去找一找这进了。先找他们家杰拉，省着有点保他。你只能上墙，老妹儿。这你往哪走？哎呦我操，加血！我杀了。有这么多东西吗，兄弟呀、啊！他敢踢吗？哎，他把 ADC 杀了，漂亮啊，螳螂！哎，我操，这把这么难打，我这小炮装备这么好。难打成这个样子啊！起立，上墙。那金克斯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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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唐唐！啊！敬礼。好兄弟。我给你记一功，
哎，真难打呀！你干啥呢？你 W 啥呢？你跟我说一下的。啊？你为啥不 W 人呢？哎，不追了吧，要我说。玩的真累呀。先杀杰拉吧，起立！哎，这 ADC 可算他妈死了！我操了，我杀的太难了，好难！为什么这么难打？为什么？我这野区都打杀疯了都，我这野区还能难打成这样，为什么？找闪找杀了，找怎么闪呢 ？ADC 上不了墙，怎么闪？我在这屁股后头呢，上哪闪？打个红。那曙光女神为什么总是自己跑呢？她跑上路去干啥去？没人了，怎么？给我杀了！狂风之地也能打啊！你可算能打死点人呢！我天，怎么没上墙呢？这个 E 没推到墙上去，推墙上去我死不了。二换三。我得来点伤害，没有伤害不行，伤害太低了杀不了人，这么个玩意儿都能杀九个，我天，怎么杀的这是？看来得走这边过来团，我都不收兵了，过来团，快点儿的。我把那波比给我杀了，你跑，你他妈给我跑，哪都有你，怎么回事？不要让我的锤子陷入疯狂。你不用你跑，今天我就追到你家里头，我都把你打死。我用不着你跑，啊，我用不着你跑，我看你能跑到哪去。来个反甲，
又是这个波儿。小龙，小龙打一波完胜团战吧。他怎么老往人脸上跳呢？冰心儿可以，一会儿的吧。往后串点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往后串点来。我们就打那个进加这个波比啊，就这俩人，跟我上来。那队友在哪呢？我操！我290多点护甲，他妈差点把我秒了，还少一个人，关键是你们这要还打不赢，我也不知道咋玩了。哎，关键他们家还少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有蓝 buff， 打一个。龟锤！不敢打，应该没事。我不能让那个波比跟那个进呢这两个人让他们去打大龙。让他们去打大龙就完了，就坏了。啥也没有，我上去晕就完事了。这把还好，我们家螳螂像个人，这螳螂不像人，我估计又输了。怎么回事儿？这么难打呢？怎么？我们去跌倒的地方暂时。一直带也带不赢。我们十级。也不十级，我们八级，那盖伦四级，我上路差他四级，最后他能12级，我13级，完事我能死了5把，俺们家还军事局。都奇了个怪了，凭什么？给我杀！那么装备啊，那么装备，这盖伦落杀他有个屁事儿，你给我上墙。水银，
先把塔拔了。蓝林汉子，说句实话，就不应该救的金克斯。心远了啊、嗯！心远是病鬼，打大龙了啊，没打小龙吧呢？那不算啥，我正在打一场持久战。好的，边打。杀个辅助用杀大还空俩，打个红吧，有红没？他们家的 AD 老装了，我也不知道他装啥你。进人群了，打死了。真的，你说他那个 ADC， 他往前站第一排，操了，这也就是玩了个小炮，这要玩个别的不打死他，太装备。肯定也生气。玩这种右盾英雄，确实容易憋气。我说实话，再打五分钟，他家应该能翻盘，得拆了。因为这个进跟这个波比呀，这俩人有点远啊，小龙大龙得打大龙，不能再跟他们玩去了，这队友没有对面厉害，他们家这双 C 挺厉害的。其实蓝盾也没用，我出啥都没用，我们就只是扛伤害，真正要 C 的还是得这几个。等人大龙，别浪了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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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赢了，一会儿快走。
少人，等一会儿，等那阿卡丽到的。来打大龙，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大龙拿完推中应该能拿下，你别往上指啊，别往上指，别往上指，千万别指，死了少人，我们又拖一波。操！有这么高伤害？不打了，打不过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赶紧放个甲跑吧。跑呢就只会跑掉，那瞎子一共三件装备，你要只跑的话，你就只一直跑，早晚他都把你打死，就除了跑就会跑，就只能跑是吧。螳螂能不能把龙拿了？漂亮，螳螂！像个人了，我操了！你就拿你脑子想一想，你说你一直跑，对面还能追不死你吗？你不打人，你不打他，你把他血打成散血。又太武，讨厌！要打不过来，哎，力气太鸡巴菜了。可那都跟对面那都根本就比不了，那都不是一个，这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品种。目标？那你都先手啊！你说你也不先手，这纸人呢，大人呢？快点的，推塔！你说那进这么个逼玩了，操了，就搁前面晃晃晃晃晃。放个大也行啊，也不放个大招，你说？哎呀，真让人难受，真鸡巴生气！我天哪！拆塔吧不行？哎，我的妈！那 AD 咋不打塔呢？螳螂，螳螂，你是我爸爸，我给你点个赞，我把外面三个人全给举报了，我给你点个赞。多亏这螳螂是个人呐，多亏这螳螂啊！哎呀，我天哪！